近两年95，九五后男明星们的存在感着实不低。去年，王鹤棣、张凌赫凭借《苍兰诀》的火爆，接二连三的出圈；今年的《长相思》和《护心》又让邓为和侯明昊小爆了一把。近期，九五后小生这股势头只增不减。而网上一直流行着各种带爆帝的说法，网友根据各位小生的粉丝量和存货资源，压倒下一个能大爆的男明星会是谁？ 可惜，至今为止，待爆弟们都还是只能等待，并没有凭借着作品飞升。圈内的共识是，要想迅速积累观众缘和人气，最快的方式就是拍摄古偶剧和仙侠剧。这两个赛道目前是市面上各各种小生小花们的抢手赛道，堪称一步难求。一直在待爆名单中的张凌赫，在去年《苍兰诀》小爆出圈之后，一直在拍摄各种古装偶像剧，积累存货。 任谁看都是蓄势待发的，准备今年上作品冲击一把顶流宝座。宁安如梦在他的作品之中首当其冲是最合适的。平台各种预热宣传，甚至专门为这部剧拍了一部团综。然而早已定档准备播出的《宁安如梦》在当天遭遇了突然撤档，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打了主演们一个措手不及，更让张凌赫本人匆匆修改了微博。 随着《宁安如梦》的突然撤档，张凌赫本人是否还有机会在今年晋升顶流呢？虽然《宁安如梦》突然撤档，但预告片质量并不理想。《宁安如梦》改编自石晋的小说《昆宁》，讲述了祸国妖后蒋雪宁身死之后，回到了少女时期。她与曾受她救命之恩的当朝帝师谢威、清正良臣张哲和青梅竹马的小侯爷，再次开始了一段纠葛。 宁安如梦》从杀青之后就备受期待，因为那时张凌赫已经因《苍兰诀》而被观众喜爱。《宁安如梦》作为和他和白鹿主演的古装剧，放出的一系列物料都拉高了观众对这部剧的期待。尤其在张凌赫和白鹿的绯闻出现之后，真情侣让这部剧的 CP 感直线上升。《宁安如梦》作为桃平台的古偶剧，几乎是这个时段唯一能够对打哭的一部棋了。可是轰轰烈烈抬上来，悄无声息的抬下去了。 突然到，甚至来不及通知宣传部门，在剧已经被撤档的情况下，昨晚各大社交媒体平台涌现了各种各样的宣传词。毕竟是已经花出去的钱，不管剧播不播，都得发出来，不是？仅此一役，也让网友看到了什么叫全自动爆剧，什么平台的营销手段。我们暂且不论《宁安如梦》被紧急撤档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不论是什么，都不是观众的问题，更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 只是从目前宁安如梦发布的定档片花和前六集预告来看，这部剧的质量并没有外界宣传的那么好，甚至可以大胆说，就算宁安如梦能够如期播出，这部剧能为各大主演和平台带来的加成也会很有限。首先，宁安如梦本身只是淘平台的 A 级剧，并不是 S 加级的大制作，这点从片中很多场景都是棚拍就能看出来，几乎没有实景拍摄的镜头，制作费用很有限。 其次是导演朱瑞斌，今年初《星落凝成堂中，观众刚领会了他的大灯美学，在《宁安如梦》中继续昨日重现，无时无刻的大灯和各种陡峭角度的镜头，让演员的面部在镜头前几乎没有美感，更加对观众的眼睛十分不友好。再次是剧中两位主演的台词，《宁安如梦》大胆启用了张凌赫和白鹿两个人用原声出演。 从放出的预告片来看，两位的演员的原声仅停留在说话阶段，并不是表演台词的阶段。尤其是剧中情绪激烈的戏份，没有字幕的情况下，几乎很难听清他们在说什么。暂且不论音色之类的问题，两位演员的吐字不清、音调奇怪、台词中没有感情，越是中长戏，台词说的越奇怪。可以想象，如果剧播了，得暴露演员多大的短板。 最后就是两位的演技，《宁安如梦》作为一部古偶剧，不需要太多的演技，够用就行。白鹿的演技依然是复制粘贴她在其他剧里的样子，丝毫没有什么改变，跟她以前的模式化表演如出一辙。张凌赫在剧中饰演城府极深的权臣角色，只是在预告片中他表现出了阴沉的角色特质，但没有表现出老成持重的权臣感。 从目前的宣传口径来看，剧方是想要把他往“疯批”形象营销的，只是张凌赫本人是否能担得起这样的演技审判，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而张凌赫的另一部待播剧《云之羽》最近也是突然宣布紧急撤档，这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和关注。据悉，该剧是由于书欣、张凌赫、李一桐等人主演的，改编自同名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爱情、仇恨、复仇和救赎的故事。 该剧原定于八月十九日在爱奇艺首播，但就在前一天晚上，官方突然发布了一则公告，称因为技术原因暂时无法上线，并向观众们表示歉意。这样的消息让很多期待该剧的观众感到失望和不解，纷纷猜测是什么技术原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有人怀疑是因为审片不过关，有人怀疑是因为版权纠纷，也有人怀疑是因为某些演员出了问题。 而最后一种猜测似乎更接近真相。有网友爆料称，该剧中饰演于舒欣饰演的女主角云之羽的哥哥云之山的演员楚子俊，因为涉嫌强奸被警方带走了。楚子俊涉嫌强奸的对象是一名女演员，名叫林某某，也是中戏的学生。据说楚子俊和林某某是在拍摄《斗罗大陆》的时候认识的，两人之间发生了一些不正当的关系。 后来，李某某发现自己怀孕了，便向楚子俊提出了结婚的要求。但楚子俊不愿意负责，甚至还威胁李某某要他打掉孩子。李某某无奈之下，只好向警方报案，指控楚子俊强奸了他。楚子俊被抓走的过程也很戏剧化。据说，他是在八月十七日晚上，在《斗罗大陆》的拍摄现场被警方带走的。 当时他正要和其他演员一起拍摄一场戏，突然有几个便衣警察出现在他的身边，告诉他有事情要问他。楚子健以为是什么小事情，就跟着他们走了。没想到他走出拍摄现场后，就被警察铐上了手铐，带上了警车。整个过程只有几分钟，让其他演员和工作人员都目瞪口呆。这样的消息一经爆出，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很多网友都表示不能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一个年轻有为的演员身上，他们纷纷谴责楚子君的行为，认为他不仅毁了自己的前途，还伤害了无辜的女孩子和影视剧的制作团队。他们也对《云之羽》等剧集表示同情和支持，希望能够尽快解决问题，让观众们看到精彩的作品。无论如何，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和影响。 目前，《云之羽》等剧集还没有公布新的播出时间和安排，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才能看到。而楚子俊和李某某的案件也还在进一步调查和审理中，不知道最后会有什么结果。我们只能祈祷一切都能够顺利解决，让正义得到伸张，让艺术得到尊重。但接连被撤档两部剧的张凌赫，他的待暴露要走多久？ 张凌赫在九五后小生中确实是非常有潜力的选手，身高够，颜值够，人气够，唯一只差一部作品了。他的营销指路非常明确，就是什么火演什么。各路男明星纷纷下海的时候，张凌赫拿下了墨香铜臭的另外一部作品《天官赐福》的男主角花城。要知道，墨香铜臭的上一部改编作品《陈情令》，可是直接捧红了两位顶流男演员。 张凌赫参演《天官赐福》，抱有的期待和野心可见一斑，但无奈甜不遂人愿，播不出来了。没关系，从去年《苍兰诀》爆火之后，反派类型的男主是新的蓝海。《宁安如梦》中的主角谢威的疯批全程，但对女主一心一意的人设看着就十分圈粉。张凌赫之前放出的一些角色无聊反响也很好，但无奈又因为技术原因播不出来了。 网友提出，张凌赫好像已经被买了两部剧和一部综艺。想当年他进入《天天兄弟团》后不久，《天天向上》就停播了。虽然原因都与他无关，但不得不说，张凌赫的飞升之路确实差了点运气。前段时间，张凌赫借着平台招商的机会，一口气官宣了六部剧，存货满满，蓄势待发。可是仔细一看，除了《宁安如梦》《云之羽》和《虎鹤捉妖师》之外，剩下的都是客串。 如今宁安如梦、云之羽都无法播出，自然寄希望于剩下一部。但虎鹤捉妖师作为双男主奇幻探案剧，甚至定档的消息都没有一个即使播了。如果不是剧情确实精彩，也很难帮助张凌赫再上一个台阶。幸好张凌赫手握资源，他目前已经进组和景甜的四海重名。如果这部剧明年可以上映，希望他还有机会。 但不管什么带爆之类的说话，演员确实无法左右作品的上映之后的事情。唯一能把握的，无非就是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如果张凌赫致力于当演员的话，非科班出身的他要走的路还很长。只要演技好了，何愁不会被观众看到呢？